生活不会总是坦途，但我们依然一路向前，为那暂停的出发。为那松懈的安全。你好，我是公安局的民警，您的银行卡账户涉嫌洗钱问题。为那失去的信任。在你们这吃完饭之后，小孩肚子就疼了一整天。为那无助的留守。爷爷，我梦到爸爸妈妈回来了。为他们，为我们，为未来，燃起勇气，勇敢向前，以数字之光点亮前行之路，让守护更有力量，冷清街巷回归烟火。喂，你好，我们检测到刚刚您接到诈骗电话，请您做好预防诈骗的风险。让反诈防线牢住，群众财产得以保障。我们餐厅有云储量较监管端，由监管部门实时监控，让我们企业和群众都有保障。让名厨亮灶带来可口的饭菜，在路上的人们吃得放心安心。让偏远乡村点上智慧之光，父母不必远行，孩子不必留守，思念的人就在身边。为每一位追寻美好的你我他一路向前，持笃行创新之心，用数字点燃希望，用精诚服务铺路，不负客户期望，以脱力奋发之心，为未来注智赋能。无论何处，无畏征途，让我们一起一路向前。